2017年，第六届立法会选举入边，直选有186个候选人，24个组别正式参选的直选组别，间选有15个候选人，5个组别正式参选。我哋之所以有呢种民主选举，全因为基本法令澳门市民有选举权同被选举权，同埋基本法第68条，立法会多数议员由选举权产生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担任。